就是鞋把它放干净了，然后我们它放很干净，然后腌牛奶，然后再整蒸一下，哇，干是极品。嗯，腌牛奶，哦，那再放下。郭师傅教的啦，这一听就是郭师傅流派的。在郭师傅里面可以找到就对了。对啊，他的内脏像什么肚子啦、胃啦那些，胃主要是胃就是会去蒸牛奶，心脏那些。这个骨头，对啊，我们给它剪开，剪不过，剪不下去。那你内脏掏掉了吗？还没有，当然剪不下来。开始一下。那沙发会不会像白鲳一样？白鲳，它就是鲳科的啊。嗯，富贵。这次的应该比较。那你就不要乱留，能就给人家吧，弄完整一点。我上次看人家沙白鲳是直接从侧边这样划一刀，哦，是哦，然后就没有过过那个过那个骨，对，各家沙法不同，我们不会那么厉害，就是一种玩乐。不是啊，没那么专业，我们没有那么厉害，那个不用厉害，反正杀的干，杀的杀，掏得出来就好了，目的达成就好。对，我弄干净了，没那么厉害。我先帮他们加一下海水，那个鲨鱼那个水桶没水了。这是最好是有地方可以去。对啊。你也在弄吗？不爱啊，不爱啊。因为他们是专业的鲨鱼者，他们都知道。是不是他上次看到鱼公是这样，就是这里划一刀，然后把他皮拉起来，然后就这样比较顺手，因为他刚好尾巴有个实力。算了，不顺手就不好做。说这个要怎么吃？清蒸的，不会不会，这边还有一副。好，清蒸。对，它煮鱼，它那个灌蒙做煮鱼汤。它煮鱼汤，鱼汤也可以、啊。煮鱼汤清蒸。那只很肥啊，你看那个肉的厚度。干啊，干啊，好东西啊！吃的很多，吃的很喜欢。我这个这个很大，还是我帮你取。没关系啊，我们都干锁了。没关系，好，那你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来拜自己。自己承担。对。来啊，大弟，你来了。我用五百五十块，你把那一大。我要最近剥皮了，你好。剥皮了。最近剥皮变少了。前年我就大出，前年大出，今年就会变少，对，就不来了。像今年那个燕仔舞也比较少，燕仔舞，
去年套丢很少。套丢一直都很少。前年大出啊，今年大出。都起了。